欢迎各位再次收看《胡夫提笑的变形金刚》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834集。我有好一阵子，应该有好几天没有给大家做更新了啊。有两个原因，第一，最近的工作量比较多啊，赶工啊比较累一点；第二个是最近的新玩具呢，刚好我还没有收到，比方说最近的传承系列的这个飞剑啊，还有这个天王星啊，Starscream，我定了，但是一直还没出货给我，可能是因为天王星缺货的关系，所以身边没有什么新品可以做。那我的话呢，心血来潮就刚好翻到了我的柜子里头呢，有这一款，是来自于变形金刚第三集的 Ultimus Prime，终极科博文，或者我们称呼它终极擎天柱吧。那么这款玩具的话呢，是我当时跟一位朋友收的二手的玩具。那么他这个玩具的货柜里头呢，有一个地方它是断件的。应该给我的时候呢，它是粘好在里面，但它里头呢，有一块部件，就是大二级的裆部已经坏掉了。所以呢，今天的话呢，我就不会再对这个货柜呢做多余的分享。各位如果有兴趣了解这款玩具的话呢，你也可以去看我12年前啊做的那一款龙年纪念版本的 OP 终极 OP。它就是把它的货柜呢改成红色，这里加上一条金龙的条纹啊。各位有兴趣可以回头翻我12年前做的影片啊，这12年居然是如此轻描淡写的就说出来，可见呢我们这个节目已经有多么的长寿了，对吧？很多人都会说我是看胡夫提车的节目长大，我从小学看到大学啊，我从大学看到现在当爸爸，都是非常感谢大家啊，我们一同走过了这么长远的日子。相信呢，每一次做老物的时候，大家都会有一些回忆浮上心头啦。那这一款货柜的话呢，它还有一把副一把大枪，我们就不再多提这个货柜了，我们就直接的把它给拿到一旁去了啊。它是一款 Ultimate 这个等级的话呢，非常的奇怪。我们先看一下它跟现在的 Deluxe 等级，足足是它的两倍的长度，而它具体的实际上的大小呢，大概是20多公分。我们请出电影 D。二级或者是第三级的 Leader Class 的这款 Optimus Prime 呢，跟它做一个大小的对比。这款是标准的前三级的 L 级的玩具，你们可以看到，就这个身高来说啊，长度来说，它是比 L 级要小长很多的。那从正面来看，这个车头的高度啊也是差很多。人物啊，车形态呢？它的一个造型，可能大家看上去会觉得它不太习惯。对，它具体来讲的话呢，可以说比这款标准的 L 级的话呢，霸气度呢减少了很多。这个绝对不是大小尺寸上的差别而已，虽然我知道尺寸大一定有它的优势，承认吧。那它的一个主要是这个货，这个油，这个油箱吧，可以看到。这个 L 级的油箱，它是跟本体的话呢是分出来的，而它则是直接连成一块的部件。再来是烟囱的长度，对，不要抗拒长度长还是有优势的啊，不要再拒绝长度长短。你看，啊，它整个一个霸气度有稍微的减少。那么其他的部分的话呢，我们可以来对比一下，车窗啊什么的位置基本上都没什么问题，火焰纹也几乎都一样，只是说。Leader 级的上面还有多了火焰的条纹，当然这个对比本身没有多大的意思啊，因为他们两个，就不是同一个量级的，拿他们来做一个对比是，只是给各位大概了解一下。如果你想收前三级的，OP 的话，你有没有需要去收它而已。那如果我们拿这个大小尺寸的话，我们把它拿第四级这个骑士科博文的大小。它的一个车头的长度的话呢，就会非常的接近了。如果你把它切齐的话，啊，大小尺寸就会非常的接近，包括它的车头的宽度也会接近很多。可是它的轮胎比例的话呢就不对啊，这个大小比例就不太正确，应该是这一款的比例会比较正确啊。那所以说呢，其实这一款货车的这个头的话呢，它的整个比例上来说，我觉得吧。是不太正常的，所以你怎么看呢？都会觉得它好像有那么一点点的奇怪。那我们单独来看它本身，身上的孔洞过多啊，也是当时被大家抱怨的。但是呢，以变形金刚第三集的时候呢，强调的轴动武器啊，每一个玩具都会附一些有弹射功能、弹簧功能、回弹功能的玩具来说，
这些呢，应该都是当年呢让你把它全身插满武器的一个使用吧啊。后面的这个孔洞的话就挂货柜的，上面呢有很多的灰尘，各位应该也能够看得出来，这款玩具呢我已经让它吃灰吃得非常非常的久了啊。滚动性的话呢也是没话说的，非常的流畅，是一个打了铆钉的一个零件，那不是橡胶胎底盘如此这般。那呢我们就来示范它的变形过程啊。它的变形呢跟以往的所有变形金刚的卡车形态的OP 的话呢，可以说都是不一样的。这里是它非常有趣的一个地方，侧边这里把它整个翻上来，这里反折下来啊，先到这边，这里有一个凸跟凹的结合，在这里把它给扣进去。另外一侧呢也是一样的啊。这个双动关节的话呢，大家还是小心一点啊，就是捏的时候呢，还是尽可能的呢让这个施力点呢靠近在中间这一带。好，我们把它给反折过来，哎，这个，好，这里再反折过来到这边，啊，这个凸跟凹这里把它给扣进去，先变到这里就好了。再来这一片呢也要翻出来，啊，两侧都翻出来，这个的话呢会变成它的一个肩甲的部分。再来还有一个地方锁扣要解开，这里，这个人物的这个甲的这个肚子，这里有一个结合卡扣，这里把它松开。好，这里松开之后的话呢，我们的拳头呢才能够做一个正式的翻开。翻开之后的话呢，把它旋转，这个部件啊，这个部件是朝前方的。手臂的话呢，自然的，这里有个双动关节啊，这里把它给翻下来。拳头的话呢，是把这一片部件翻下来之后啊，从这里把拳头给推出来。哎，这个有点意思，对不对啊？好，可惜它不是没有一个自动弹射的功能了啊。这里推出来，然后这个拳头从这边将它给推出来，胳膊就到这了。然后呢它的头部呢在这里把它给搬开来，它的头的话呢是有个弹簧的机制的，它会自动的去弹出来，但是我们现在呢不知道是年久失修还是怎么样，先到这边就好啊。啊，我们把这个肚这个，你看它这个脚的变形跟以往的 OP 的腿是完全不一样的，它的脚底有一个洞，要跟这里的一个凸呢做一个结合，这里啊扣进去的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，在这边我们把这个镜头转这样子，让大家看清楚一点。这里推开，然后呢，把腿的话呢，给直接的往下面。这里有一个组合的卡扣哦，记得一样把它给松开。好，整个给翻下来之后，我们就把它的整个这个折叠的这个龙骨嘛，这里推进去。你看啊，这里有一个凸跟凹的结合在这边，把它给卡进去。好，然后这里，哎，不小心这里刚刚是这样子，我们往上推过来。它都自动合上去，它变形其实不难啊，而且逻辑性还不错。到这边，好，两腿的话呢啊，稍微调整一下啊，它的外摆内收就行了。那最后它的一个背包部分就直接的往下放下来，往下放下来之后，这一片部件这里折下来，然后呢，背包这里就很简单，你就顺着这个方向去折一下，折上来到这边，它有一个凸跟凹结合在这里。把它扣上就行了，你看到没有？这里有一个红色的凸，要扣到这个洞，你就转一下，转的方向不对，就是朝另外一个方向转就行了。它这个变形比较简单，非常非常非常直觉的。好了，那么这一款 Ultimate Optimus Prime 的机器人的形态呢，就变形出来了，从卡车变形过来，它的一个好调整一下。体型来说，你现在来看可能觉得它也不算太差，对不对？这个拳头记得，拳头把它给拉出，拉到底中好像没有办法固定。OK， 好，人物的脚后跟稍微短了一点，所以这个脚的话把它给整个给压平一些些，这样站立性会比较好。那往前一点好了。这个真的很老的玩具，上面都是灰尘了、啊，不知道各位能不能看出来，啊，这是一个 Deluxe 等级，它现在的这个身高哦，比现在的 L 级都还要高大的非常的多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它身上的话呢，头雕，啊，头部是球形关节，只能左右动，胸口的话也是透明部件，但是里头是不能打开的，没有领导模块。那么肩甲的话呢是这一片部件，然后手臂360度的转动。当然是没有问题的，手臂平举没有问题，
然后二头肌也可以转动，手肘可以玩90度。这个推上来到这里，有没有办法卡住啊？可以稍微卡住啊，刚刚没有推到底。那拳头的话呢，可惜不能转，腰身也是卡死的，脚前后踢、侧踢都有，但是呢都没有齿轮关节，比较可惜。脚踝的话只能够前后动啊，也没有这个，没有这个接地。整体来说的话呢，它的变形的话，大概也就是前两级的 Deluxe 等级再难一些些。那真正的可惜的可能是它没有附带任何的武器大炮给它，还有这个门扳手，对不对？它这个是的车轮就在这边，比较可惜。但是呢，放到今时今日来说，你会觉得这款玩具掰起来的手感还是挺好玩的。那今天就比较可惜，它的货柜的部分已经坏掉了，所以呢，我就不展示那个部分，单纯给各位看这个本体，其实也不赖啊。如果说能够单独收到的话，也是不错的。那龙年的版本的话呢，可能会更难买到。那这一款的话，应该现在也不容易买到，各位就看一看也就行了啊。那今天的话呢，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，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